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后备指挥部上兵侯冠宇，目前担任的职务是调度士。新的一年，相信大家对自己有新的期许，在这里先祝福大家能心想事成，新年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后备指挥部下士林任。虽然在过年期间，不能回家，爸爸妈妈，请你不用很担心，我在这里过好尽我的本分，守护着你们。祝爸爸妈妈新年快乐。嘉义后备指挥部下士林任，上兵侯冠宇，二兵何一方。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猴年行大运。